你的眼泪真感动人啊。接下来呢，我要请一位曾经在2014年苏嘉余歌唱比赛香港区获得冠军的男士，他代表香港去马来西亚演出呢，相信大家对他并不陌生。他是谁呢？钟文，钟文，没错，是钟文。钟文再给大家唱一首老歌，老歌总是百听不厌的，难题晚钟。